中部科学工业园区展现蓬勃朝气，凝聚科技产业能量，用微笑及信心积极向前迈进。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我们中央广播电台黄一秀主持人主持的企业最前线。我来自中科，目前中科已经开发经过13年之后，目前厂商有185家高科技厂商，员工人数已经高达38000人，营业额已经冲破5000亿新台币。那非常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中科的发展经验。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用充满远见的创造力，与世界快速接轨的行动力，致力打造优质投资环境服务力，持续用创新研发带动产业向上跃升的知识力，成为台湾产业发展的关键动能，打造出台湾产业发展无限能量方程式，立足中台湾，展望全世界。